再到定点再收吧。是进去海了，他还这样带。看一下吧。对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他这里还是会走海边的。他只是中间有，他只是绕到。对，然后海边的路好像不能直接到的样子。哎，等一下，26。等一下。对，26，等一下哦，应该是要走。等一下，我把续海拿掉看看。
不走海边，他也是要走这边的山路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不管他。我知道了啦，他这个台二十六中间是断的啦，台二十六中间有一段不能走了，所以他就是他一定要这样走，往前面这样走，然后走到那边他会把我们往海边带，所以没有错啦。他刚才那个海边走到一边，走到一个地方他就走不下去了，没错啦。等一下我再重新顶，到了之后再解释就好了。行，先定鹅銮鼻灯塔联网，然后中间再去海。先关掉吧。好，行。这台草原行了，稍微中途点。好，我很快解释一下。这边往前骑，它骑到去海的时候，最后会把我们往海边带，因为刚才那条那个海边的路，它走到中间有一段是断掉不能通，所以这样走没错了。对对对，它。到时候到去海的时候会把我们往海边带了，就是它没有办法是完整的一条，就是从海边走的路了。要走了吗？小心后面的车。好，我走前面。